结训典礼今天上午在金门第三市校大操场举行，金门各界首长都应邀观礼，由金防部司令官主持。他首先检阅了这支军容壮盛的战地女自卫队，然后全体队员以分列式通过司令台向司令官致敬。他们也表演了整齐划一的持枪运动等十二个项目。金防部司令官并且把队旗授给这支女自卫队，由队长陈小玲接受，同时为优秀队员颁奖。司令官训勉全体队员在台湾期间要严守团体的纪律。